杨子说出所有人心声。当年苏有朋看赵薇眼神太温柔，谁不误会呢？虽然当下苏有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翻了个白眼，但不得不说杨子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因为《还珠格格》的播出让很多人成为了赵薇和苏有朋的 CP 粉，而赵薇和苏有朋也不仅仅合作了《还珠格格》，还有《老房有喜》，两个人实在太配了。在剧中苏有朋温柔的眼神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会，而苏有朋和赵薇在戏外也有着不少传闻，而苏有朋也曾说过自己不演情深深雨蒙蒙中和书桓一角也是怕自己入戏太深出不来。虽然杨子是因为《还珠格格》的后续影响，但有不少人也是因为苏有朋在剧中的眼神根本藏不住才会希望杜飞和依萍在一起。苏有朋安慰杨子这是心结，但再次翻看《情深深雨蒙蒙》就十分理解杨子为什么觉得杜飞和依萍配了。